请各位起立。请跪下。上主，你的圣子基督倾流宝血，为我们建立了如意奥迹，求你念及你丰厚的仁慈，永远守护和圣化我们。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各位请起立。现在是圣道礼仪，各位请坐。今读以撒亚先知书，请看，我的仆人必要成功，必要受尊荣，必要被举扬，且极受崇敬，就如许多人对他不胜惊愕，因为他的容貌损伤得已不像人，他的形状已不像人子。同样，众民族也都要对他不胜惊异，众君王在他面前都要闭口无言，因为他们看见了从未向他们讲述过的事，听见了从未听说过的事。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上主的手臂又向谁显示了呢？他在上主前生长如嫩芽，又像出自耕地中的根苗。他没有俊美，也没有华丽，可使我们瞻仰；他没有异动，可使我们仰慕。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命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个人掩面不顾的人，他受尽了侮辱，因而我们也视他如无物。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为天主所击伤和受贬抑的人。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为我们的叛逆；他被打伤，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便得到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到了痊愈。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路，各走各自的路，但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过归到他身上。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又像牧羊在剪毛的人前默不作声，他也同样不开口。他受了不义的审判而被除掉，有谁怀念他的命运
其實他從活人的地上被剪除，受難致死，是為了我人民的罪過。雖然他從未行過強暴，他口中也從未出過謊言，人們仍把他與歹徒同埋，使他同作惡的人同葬。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難折磨他，當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作了贖罪祭時，他要看見他的後輩延年益壽。上主的旨意也藉他的手得以實現，在他受盡了痛苦之後，他要看見光明，並因自己的經歷而滿足。我正義的仆人要使許多人承認，因為他承擔了他們的罪過。為此，我把大眾賜給他作報酬，他獲得了無數的人作為勝利品，因為他為了承擔大眾的罪過，作了罪犯的中保，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以至於死亡，被列於罪犯之中。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答唱令喺禮儀書第26頁，請大家跟隨領唱員嘅咏唱回應。上主，信實的天主，你必拯救我。知己都憎恨我，路上的行人都遠避我，我被人全心忘掉，有如死人，活像一個被拋棄的破舊瓦罐。上主，我说你是我的天主，我的命运全掌握于你手，求你救我脱离敌手，摆脱一切迫害我的仇敌。照你的仆人，求你以你的仁慈把我救出。凡信赖上主的人，请鼓起勇气，振作精神。
公读至希伯来人书。弟兄姊妹们，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进入了诸天的司祭，天主子耶稣，我们就应坚持所信奉的真道，因为我们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只是没有罪过。所以我们要怀着医治之心，走近恩宠的宝座，以获得仁慈，寻到恩宠作及时的辅助。当基督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号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虔诚虔敬而获得了允许。他虽然是天主子，却由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且在到达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上主的话。福音前欢呼，请各位起立。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所在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之母。那时候，耶稣和门徒出去，到了黑德隆溪的对岸，在那里有一个园子，耶稣和门徒便进去了。追卖耶稣的犹大斯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同门徒曾多次在那里聚集。犹大斯并领了一队兵和由司祭长及为法利西人派来的差役，带着火把、灯笼与武器来到那里。耶稣既知道要临于他身上的一切，便上前去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向他们说：我就是。追埋耶稣的犹大斯也同他们站在一起。耶稣一对他们说：我就是。他们便倒退，跌在地上。于是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已给你们说了，我就是。你们既然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这是为应验耶稣先前所说过的话：你赐给我的人，我连一个也没有丧失。西门伯多禄有一把剑，就拔出来向大司祭的一个仆人砍去，削下了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尔各。耶稣就对伯多禄说：把剑收入鞘内，父赐给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于是兵队
千夫长和犹太人的差役拘捕了耶稣，把他捆绑起来，先解送到阿纳斯那里。阿纳斯是当年的大司祭盖法的岳父，就是这个盖法曾给犹太人出过主意，叫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理的。那时西门伯多禄和另一个门徒跟着耶稣，那门徒是大司祭所认识的，便同耶稣一起进了大司祭的庭园。伯多禄却站在门外，大司祭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对看门的侍女说了一声，就领伯多禄进去。那看门的侍女对伯多禄说：你不也是这人的其中一个门徒吗？伯多禄说：我不是。那时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烤火取暖。伯多禄也同他们站在一起烤火取暖。大司祭审问耶稣关于他修徒和施教的事，耶稣回答说：我向来公开对世人讲话，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内，即众犹太人所聚集的地方施教，在暗地里我并没有说过什么。你为什么问我？你问那些听过我的人，我给他们讲了什么，他们知道我所说的。耶稣刚说完这话，是立在旁的一个差役就打了耶稣一个耳光，说：你就这样立大司祭吗？耶稣回答他说：我如果说得不对，你指证哪里不对？如果我说得对，你为什么打我？阿纳斯于是把耶稣捆绑，解送到大司祭盖法那里。西门伯多禄亦仍站着烤火取暖，于是有人向他说：你不也是他门徒中的一个吗？伯多禄否认说：我不是。有大司祭的一个仆役，是被伯多禄砍下耳朵那人的亲戚，对伯多禄说：我不是在山园中看见你同他在一起吗？伯多禄又否认了，立刻鸡就叫了。然后他们从盖法那里把耶稣解往总督府。那时是清晨，他们自己却没有进总督府，怕受了玷污而不能吃逾节羔羊，因此比拉多出来到外面向他们说：你们对这人提出什么控告？他们回答说：如果这人不是作恶的，我们便不会把他交给你。比拉多便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照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吧。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没有权力处死任何人。这是为应验耶稣论及自己将怎样死去而说过的话。于是比拉多又进了总督府，叫耶稣过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或是别人论及我而对你说的？比拉多回答说：莫非我是犹太人，你的民族和司祭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于是比拉多对耶稣说：那么你就是君王了？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是君王，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并给真理作证。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比拉多于是说：什么是真理？
說了這話，比拉多再出去到猶太人那裡，向他們說：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你們有何慣例？所以便知我歸給你們釋放一人，那麼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光芒嗎？他們就大聲喊說：不要這人，而要巴勒巴。巴勒巴原是個強盜。那時比拉多命人把耶穌帶去鞭打，然後兵士們用荊棘編了一個刺冠放在耶穌頭上，給他們披上一件紫紅袍，來到他們面前說：猶太人的君王啊！兵士並打了耶穌耳光。比拉多又出去到外面向他們說：我帶他出來，為了你們知道我在他身上查出什麼罪狀。於是耶穌帶著刺冠，披著紫紅袍出來，比拉多就對他們說：我這個人。司祭長和差役一看見耶穌就喊說：釘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對他們說：你要把他帶去，釘在十字架上，我在他身上查出什麼罪狀。猶太人回答他說：我沒有法律，我法律他應該死，因為他是認為天主子。比拉多聽了這話，越發害怕，於是又進了總督府，對耶穌說：你是哪裡的？耶穌卻沒有回答比拉多，於是比拉多對耶穌說：你是哪裡的？你知道我有權釋放你，也有權釘你在十字架上嗎？耶穌回答說：如果不是上天賜給你，你對我什麼權柄也沒有，為此把我交給你的人罪過更大。從此比拉多設法要釋放耶穌，猶太人卻喊說：如果釋放這人，你就是凱撒的朋友，因為凡是被為王的就是會判凱撒。比拉多一聽這話，就把耶穌領出去，到了一個名叫石布地，希伯來話叫加巴達的地方，坐在審判座上。時值逾節的預備日，約莫第六時辰，比拉多對猶太人說：王，你們的君王。他們喊叫說：誰要他？誰要他？釘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對他們說：要我把你們的君王釘在十字架上？眾司祭長回答說：誰要凱撒？我們沒有君王。於是比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死。他們把耶穌帶走，耶穌自己背著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名叫獨流的地方，希伯來話叫哥爾哥達。他們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同耶穌一起被釘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耶穌在中間。比拉多寫了一個牌子放在十字架上端，寫的是納扎勒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這牌子有許多猶太人看見了，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離城很近。字是用希伯來、拉丁和希臘文寫的。於是猶太人的司祭長就對比拉多說：不要寫猶太人的君王，我寫他自己說我是猶太人的君王。比拉多回答說：我寫了就寫了。兵士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後，拿了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人一份，又拿了他的長衣，因為那長衣是無縫的，由上到下渾然織成，所以他們彼此說：我們不要把它撕開，我們擲色，我是誰的？這就應驗了經常的話：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衣他們貼尖扣。
兵士果然这样做了。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玛利亚马达纳纳。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就从那时起，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之后，耶稣因知道一切都完成了，为应验经上的话，于是说：我看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长枪上，送到耶稣口边。耶稣一尝了那醋，便说：完成了。耶稣就低下头交付了灵魂。请跪下。请起啦！犹太人因那日子是逾越日，免得安息日来。那安息日原是个大节日，尸首留在十字架上，就来请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士兵于是前来把第一个人的，并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第二个人的腿打断了。可是及至来到耶稣面前，看见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士兵用枪刺透了他的肋旁，立刻就流出了血和水。那看见的就作证，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并且那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为了你们也相信这些事发生，正应验了经上的话：不可将他们的骨头打断。经上另一处又说：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这些事以后，阿黎马达雅人约瑟，他因怕猶太人，暗中作了耶穌的門徒，來求比拉多，為領取耶穌的遺體，比拉多允許了。於是他來把耶穌的遺體領去了。那以前夜間來見耶穌的尼哥德摩也來了，帶著活藥及沉香調和的香料，約有100斤。他們取下了耶穌的遺體，照猶太人埋葬的習俗，用臉布和香料把它裹好。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子，在那園子裡有一座新墳墓，裡面還沒有安葬過人。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墳墓又近，就在那裡安葬了耶穌。上主的福音。弟兄們，我們剛剛讀了聖約望所記載的關於耶穌的苦難處門，讓我們知道耶穌受苦受難並非是出於偶然，而是天父為拯救世人所預定的大計。
約望所寫的就是天主怎樣服從天父的旨意，甘願受苦受辱受死，代人做保贖，為拯救全世界。耶穌死的時刻看上來是好像最失敗最堪憐，其實剛剛相反，是最光榮的時刻，是救贖大功告成的時刻，是勝利的時刻。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看耶穌的苦難和別人看下很不同的，為什麼？因為耶穌就是藉著苦難勝者救了全世界，所以呢是值得高興的一回事。我們默想耶穌的苦難呢，就是看得出天父多麼愛我們。若望說得很好的話，天主如此愛了世界，甚至打發自己的兒子來到這個世界上面，使還信的人得到永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阿巴郎帶著他的兒子獨生兒子預備祭給天主的時候，天神馬上祭了他，所以兒子不用死。但是天父呢對自己的愛子耶穌基督沒有感覺，就是死在世界上在十字架上表達他的愛我們。耶穌基督問我們受苦受難受死，如果我們默想呢，我們會得到很多的益處的，將來如果你們有機會去到羅馬那裡，去那裡朝聖又好旅遊又好，除了那四個大殿，聖伯多祿大殿、聖母大殿、聖約望大殿、聖保祿大殿，除了這四個大殿之外呢，還有一個地方千萬不要遺漏。為什麼？因為那個大殿呢比較那四個大殿還寶貴得多，就是叫做聖十字大殿，裡面就有什麼，就有耶穌基督的十字聖母，有那個牌上面寫著 IMIR， 就是說耶穌納撒勒人猶太人的君王，那個牌就是剛才我們聽到比拉多給人的釘在那個木上面的，還有耶穌的釘、刺冠，還有呢幾個裂骨，就是在那個鞭的鞭打耶穌的那個鞭刺裡面，就有這些綁著石仔裂骨，所以打下去很痛，有這些這樣的聖物在那裡，就是耶穌基督救贖人類的聖物，所以很值得我們來到去參觀和懷念。我們剛才說過我們默想耶穌的苦難會得到很大的益處，例如他能夠醫治我們的私欲偏情，幫我們躲避罪過。記得耶穌在第八處那裡怎樣對那些婦女說，那些婦女流淚痛哭，耶穌回頭警醒乃說，你們不要哭我的苦難，當哭你們的罪過，你們的罪過就是我受苦的緣由。原來很清楚，所以呢我們默想耶穌的苦難，我們很容易即容易些躲避罪過。第二呢，十字架給我們力量，你默想的時候給我們力量。巴斯古聖人的媽瑪加利大，巴斯古聖人都請他由鄉下出來幫他那些小伙哥在環道國都靈城那裡，不是幫三四個，是三四十個，只是一日三餐已經夠你忙了，還要掃地、清潔、洗衣服、補衣服、補物，這些小伙哥呢，所以稱這個瑪加利大叫做媽媽的，媽媽瑪加利大，不過有時候他們很頑皮的，
令到啱啱話俾你睇啦，好唔開心，好唔舒服。而且咧，你知道佢已經上咗年紀啊，啊，哇咁辛苦做嘢，由頭做到晚，佢有樣佢受唔住啊！你走去揾巴士哥出氣啊！巴士哥，我唔做啦，我翻鄉下，啊，安享晚年。巴士哥都唔知點樣安慰佢，事實上係啊，好辛苦。巴士哥出唔聲，用隻手指住喺牆上邊嘅十字架。啊，佢啱啱望住個十字架，望咗十秒到啦。之後咧，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啊？佢唔出聲，啊，但係走咗去，將個包袱放翻原來嘅位置。後來又去做嘢，幫嗰啲青年一路做到死。啊，教會咧好快咧就會落去做呢、這個真福噶啦，同埋聖人品。啊，嗰陣時我哋有真福啊，聖馬加利大聖人馬加利大，嗱、啊、呢、這個就係由十字架嗰度咧，馬加利大得到力量、啊。最後一個好嘅益處咧就係、是、十字苦間咧能夠化解危機。化解危機。喺當年我沙維號，佢嗰陣時啊有兩個同學發生口角，要決鬥啊！但係喺會院裏邊咧唔敢啊，因為俾人睇到啊。呢兩個約咗喺個教區嗰度。當年我哋就跟住佢哋去啊。去到嗰度嘅時候，佢兩個喺度拗交啊，要佢哋掟啊，每人揸住幾嚿石頭，你掟我，我掟你，我哇好牙煙嘅喎，掟到個頭啊，冇命喎。乜呢個當年我哋好醒目。原來佢去嘅時候咧，佢帶埋咩去啊？帶埋一個十字架去嘅苦像。佢兩個決鬥之前，佢舉起嗰個苦像，叫佢兩個睇住啊。同佢兩個講話：你兩個啊，你睇睇呢度啊！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嘅時候，寬恕佢嗰啲仇人，父啊，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是什麼。你哋兩個因著少少嘅口角咧啊，搞成咁。拍佢兩個啊！又係喎，方明好有道理啊！兩個抌俾你食，和好啊，握手啊，啊！你係呢個和解，我哋都一樣啦。如果我哋望住十字架咧，我哋都可以和解嘅。假如同你有啲恩怨啊，恩怨啊，你望住啲十字架，耶穌點樣寬恕嗰啲仇人，釘死佢嗰啲仇人咯？我話寬恕他們吧，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同佢哋講好話，同佢哋揾藉口。係嘛？哇！呢、這個就係耶穌基督好嘅榜樣，所以如果我哋咁做咧，我哋會啊化解我哋所有嘅危機。好啦，我哋啊仲有最後嘅係十字架咧，係一切難題嘅解答。你遇到痛苦嘅時候，你諗下耶穌比你痛苦得多十倍、一百倍。諗諗聖母瑪利亞啊，跟住耶穌到翻去我樓上幾痛苦。見到自己的愛子啊，受苦受難受死，所以你默想到耶穌的痛苦、聖母的痛苦啊，就可以忍受天主所給你的十字架。可能讓我哋繼續繼續落去，讓我哋表達啊，對耶穌基督、對天父、對聖母啊，為我哋所做的一切，對我哋所表達的佢哋嘅偉大的愛。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爸。信友好啊，请各位起立。经文在经书第十五页。亲爱的兄弟姐妹，请为天主的圣教会祈祷，愿我们的主天主因赐教会平安团结，给在全球各地守护他，并赐我们生活安定，可能光明全能的天主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在基督内将你的荣耀启示给万民，求你护佑你怜爱人类的工程，使你散布于全球的教会能以坚定的信仰不断宣扬你的圣名。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请也为我们最可敬的教宗方济各祈祷。我们的主天主既拣选他作为普世的牧人，求主亦为了圣教会护佑他常安安康，好能领导天主的神圣子民。全能永生的天主，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而奠定，求你仁慈抚慰我们的祈祷，保护你为我们所拣选的教宗，使由你创造及管理的基督子民，在教宗的牧养下，在信仰上日进于德。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请也为我们的主教周守仁枢机，所有的主教、神父和执事，以及全体信众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以圣神圣化并引导教会的整个身体，求你俯听我们为你仆人所呈上的祈祷，使教会所有成员仰赖你的恩宠，都能忠诚地侍奉你。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请也为我们的后世者祈祷。求我们的主天主开启他们心灵的耳朵，并为他们打开慈爱的大门，使他们经由再生的洗礼得蒙一切罪过的赦免，成为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使你的教会不断孕育新生的子女，求你加强后世者的信德，光照他们的明悟，使他们经由洗礼的活泉得以重生，并加入你儿子的行列。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请也为所有信仰基督的兄弟姊妹祈祷。求我们的主天主帮助他们随从真理，团聚于主同一的教会内，并守护他们。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使分散的人团聚，又使团聚的人保持合一，求你垂顾你圣子的羊群，使所有因同一洗礼而得到圣化的人都能被完整的信德团结起来，并以爱德的联系彼此共融。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请也为犹太人祈祷。我们的主天主首先向他们发言，求主赐给他们日益敬爱天主的圣名，忠诚地遵守天主的盟约。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曾把许诺赐给亚巴郎和他的子孙，请仁慈地俯听你教会的祈祷，使首先被你收纳的子民更能堪当获得圆满的救赎。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请也为不信仰基督的人祈祷，求天主使他们得到圣神的光照，勉力走上救恩的道路。
全能永生的天主，凡你使不信仰基督的人，仍能怀着真诚的心，在你面前生活，并寻找真理。求你使我们彼此间的友爱日益增长，并致力于更充分领悟你生命的目的，好能更完美地在这世上作你慈爱的见证。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保证我们的祈祷。请也为不承认天主的人祈祷，求主帮助他们随从良心的引导，寻求正确的事理，而终能找到天主。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创造了所有人，使人渴望你而寻找你，并因找到你而得到安宁。求你赐予所有人，虽身处各种障碍和险恶，仍能辨认出你慈爱的标记，并因经验到你信徒以善行所作的见证，因而承认你是唯一的真天主，人类的慈父。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请也为所有公职人员祈祷，愿我们的主天主指引公职人员的心灵和思念，使他们按照天主的旨意为所有人谋求真正的和平与自由。全能永生的天主，人民的心愿和权利都在你手中，求你仁慈眷顾身负公职、拥有管理权力的人，使世界各地的人民因你的仁慈都能获享持久的和平、幸福的生活以及信仰的自由。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向全能的天主圣父祈祷，求他矫正世上的一切错误，消除疾病，驱逐饥馑，平息战乱，释放俘虏，使旅者平安，流徙者重返家园，患病者早日康复，临终者获得救援。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是悲痛者的安慰，劳苦者的力量，求你俯听各人在一切患难中的祈祷，使他们得到安慰。求你在他们急需之时怜悯他们。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各位请坐。
请起立。朝拜十字圣架，礼贤书第二十七页。各位请坐。主內兄弟姊妹，盼我們在朝拜這個十字架的時間，為了這個衛生的起見，我們就不需要親吻這個苦杖。我們會接回來尋日給大家的那些抹藥的液劑，我們可以在那裡用我們的手去撫摸耶穌的這個苦杖。咁雖然咧係呢個嘅親密都主宰嘅事。For hygiene sake, yeah, please don't kiss the statue, and so we use not the that liquids of myrrh, and we can yes rub the statue to pay homage to Jesus.请各位列队上前朝拜圣体。礼仪书第28-29页，基督谴责。
现在进行供用礼，请各位起立。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永久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请看随便世罪者，怀负圣愿的人是有福的。根据天主教发典，只有已經領受初領聖體的教友，才可以到祭台前領受聖體聖事。其他人士，包括未初領聖體的兒童，請留在座位上面，我們會為你代禱。如教友自知犯下重罪，請先辦妥告解，然後先領受聖體聖事。請各位教友記得在領聖體前除下口罩，另外為保障衛生，如教友
希望守領聖體，請先讓守領聖體者領聖體，才到祭台前守領聖體。多謝合作。禮儀書第四十一頁，基督的靈魂。四十二，基督的靈魂。四十。Oh, yeah.
靈性啟後經，請各位起立。請大家祈禱。全能永生的天主，你藉基督的圣死和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恳切求你在我们身上保存你这怜悯的工程，也让我们因参与基督的奥迹而常能在生活中都成侍奉你。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门。请大家俯首接受祝福。上主，你的子民纪念了你圣子的死亡，燃起了对他们复活的希望，恳切求你丰厚地降福他们，宽恕他们的罪过，安慰他们，加强他们的信德，并确保他们永远的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